好，来到了本鸟林。水没有想象中的干净，也没有看到什么鱼，但究竟可不可以钓得到呢？我们看一下。它的环境就是这样子，这是本鸟林的港口，肉粽区，不知道有没有龙虾。好啦，捕鱼船回来了。掉了哈，但刚刚用了这一支拔钓竿改前打竿，结果遇到了开钩，真的蛮夸张。所以呢，我们啊有钓过的钩子一定要换过，不然在这边的话碰上大雾的话，一样啊，可能钩子会断或者开钩。那我现在把它换了一个并蓟竿，好，用并蓟竿来试试看它还会不会咬。但是看起来它应该是吓到了，刚刚中鱼的瞬间没有抓到录影，实在蛮可惜的。好啦，那另外那边的话是看港内有没有龙虾还有卵石之类的。今天的水色，其实这边的水色超出我所想象的，因为呢看似没有很干净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努力看看咯。